李翔，让迪恩迪上来掩护，在失速度角斜平命中三分。哇，他投进的时候，队友比他还开心啊！哇，后待会再期待一下今天的分数名单。这边追防的捡救者出下来一堆人犯规。This is gonna be a good day. Wake up. 风翔的。